快乐女生的快女吗？对呀、啊，为什么这个脸这么尖啊？为什么这个光这么丑啊？哎，你的脸尖吗？我没有看瘦脸。我还好，但是我看起来像化了烟熏妆。我的大眼也没开，瘦脸也没开。Hello。我眼睛这么大。七百，我看不可能。我的脸是大胖脸。Hello， 谢谢巴菲送的玫瑰。晚上好。Hello， 谢谢花生花生送的秋天奶茶。大家好久不见，有没有想念我？大家好久不见，有没有想念我？有没有想念我？谢谢经典成林的超级朋友送的。想吃个秋天的奶茶。乌梅酸梅酸。我的手机在充电吗？在。谢谢落英指尖送的巧克力和玫瑰花。对呀、啊，这是滤镜、啊。好丑啊，这个滤镜。是因为我顶光吗？可能是。看起来好像画了一个烟熏妆。没有吧？我把这个，我好喜欢这个粉色的爱心。算了，戴上吧。不然就有点儿。过来的。晚上好，好久不见大家。是啊，大家好久不见，有没有想念我们呀？把我的眼镜。好的，二倍缩时候好担心我膝盖，这有什么？会觉得好奇怪。我没有开瘦脸，那开了瘦脸得成什么样啊？瘦脸，大眼。你脸小了吗？在这里头。那我觉得这个像开了瘦脸一样。谢谢白慧送的玫瑰花。再看我的沙漏纸呗。感觉我又要吐。我没有花生米，我只有乌酸梅。谢谢纯良幸运沙送的秋天奶茶。对，今天的公演 MC 真的很有意思呢。对的，我最近一直在熬夜。展示一下，今天喝奶茶了，太热了。踩小人的袜。我也收到了，踩小人的袜。踩小人。但是我已经把它卷起来了。大红袜子，大红袜子，谢谢无客无客无送的夜蝶。人生真长久不见。这次直播说不定是春节前的倒数第二次直播了。谢天意怎么脚都摸脸呢、啊？穿干净的。我说是春节前的最后一场直，不是倒数第二场直播，也就是说在22号前的倒数第二场直播。电台不包括，就 just 直播呀。而且是22号前，因为22号后就放假了。所以大家就很难看到化完妆的我了。来晚屋东吧，谢谢你送的荧光棒。因为我们是24号放假嘛，就是说24当天已经放假了，也就是公演完我们就放假了，我们就要过春节了。雨衣踩小人，所以打算过年期间呀好好休息，好好努力变成精致的人，然后出去玩，努力的出门。希望我整个春节不要
瘫在床上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怎么吕一不直播的，还在我口袋房间？就是。好好努力看小说。我三十分直播 ，OK。还有新的耳环。これが好看。给你跟我连麦，我不跟你连麦。对呀、啊，长岛冰粽怎么样？我觉得还不错，它在哪？想玩 Coco 一的麦，我还没有玩过 Coco 一的麦呢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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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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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我今天没带 iPad 回来，因为明天打算回家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边放边看。我最近还听那个 AAA 的一首歌叫《卡西》什么什么来着，很特别好听，但是我没办法给大家放，因为我就一个手机。对呀、啊，我记性好吗？老好听了。小我下场工也要穿这双袜，叫什么微风徐徐什么什么什么中文啊，好像是。好像我三个颜色一起在我身上，我都不知道跟大家聊什么呢。又穷又累，我休息到什么时候？我休息到我们上公演的那一天。嗯，陈琳，我们下场公演穿这个袜子哦。好的，那我就不放在包里了，我就把它放在外头，嗯、免得被我带回去了。陈小云，人家上面写就是乌酸梅。谢天爷，让我弄一个。停，乌梅停。你先拿着吃吧，我现在不够吃了。倒出来，谢谢一夜一夜。你看啥小说？看言情小说。最近看了一个本言情小说，叫《长街》。还挺好看，就是浪漫的言情小说。评价一下今天的触电不是挺好吗？不过可惜错失封面，没能获得封面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我已经逐渐习惯和谢天一手牵手了。那我们一会儿手牵手卸妆吧。那是有病。我不要跟你分开，我要跟你手牵手。要不我帮你卸妆吧。好啊。啦啦啦啦，呜啦啦啦啦啦！当然我会沉浸，当然我觉得我今天叫起劲叫莲花老师也太好笑了。莲花姐姐，莲花老师。哈
后来我想到莲花还有一个解释叫口吐莲花，对，但我一开始想的是齐节莲嘛，莲，那我就叫它莲花。我的这家拍档就是我的这家拍档。还以为我一开始想到是天山雪莲，就是齐节莲嘛，莲花。你觉得 Coco 一会跟我住？觉得我走单身通道，我跟谁配？奶麒麟，是我和我们 W 经典不好吗？确实有几个人。该不会这又是一个梗吧？天哪，我和齐静的名字还能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，我还跟 Coco 一起看，是虎头的视频，我和虎头的互动，给点赞，真有意思。是的，是的。谁跟他说我走单身通道？我走评委通道。你是孟非老师那个角色。是啊，最近怎么老有人翻我们以前的视频？这些视频是怎么翻到？虽然我和谢天一的任性的流行还是很好翻到的。对啊，他俩怎么最近都在考古？任性的流星出现在眼里，能把我的愿望变得美丽。我是这个家老师，我觉得我可以胜任这个角色。说明新粉很多是吗？心中有爱，亲爱的吗？在 B 站修文文。是啊，我没有想到这个公演取消了，这个已经10万播放量了，这可能是我有生以来最火的视频。公演取消了。是谁？真的假的？又是你们散播虚假消息。谢谢酷洛洛送的秋天奶茶。最火是 Monster。 那这火的不是我呀，我这个纯个人火的是这个10万播放量的这个公演取消了，这个对吧？我觉得他这个中东啊，应该分我们一半这个收益，还有这个真的假的，我是这个里面的人呢、啊，那不应该收益分我一半吗？四分之一也行啊。我希望明天就形成公演。我希望现在立刻马上，现在立刻跨出这第一步 ，Be yourself。现在就，咚咚擦，咚咚擦。如果明天就能形成公演就好了。那你 Unit 准备好了吗？可以，我现在可以马上准备。没事，我也可以立马在台上 freestyle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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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撒糖，撒花，撒花瓣。老四样是什么东西？速速来给发电。公演是22号，我们对是22号晚上。对的。青春有你的定力呀。过年放几天假？放到上公演的那一刻。
这就是上海人的家。什么时候上公演，什么时候就是我的假结束。新春大哥多吗？多。希望今年我们不再是新春的第一场公演，放过我们吧。今年最后一次结束的不是我们，但请新春公演开始的也不要是我们。去年结束的是我们，开始的也是我们。我们每次好像差不多几乎都是第一个，要不然就是最后一次。每次都是我们，次次都是我们。第一个会很累吗？会呀，心累呀。就相当于你在家里放假放得好好的，然后给你排最早的班，就是你是最晚一个放，就是你是最晚一个回家的，你却是最早一个上班的。你心里平衡吗？不平衡吧，对不对？谢谢刘苏送的秋天的奶茶。对，就是晚睡早起人，你们知道吗？多痛苦啊！我咋学了一次不能白学？对呀，乌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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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萨萨萨萨。确实，可真要怎么安排了，确实也没有办法。今天二倍速，我都感觉这个动作已经脱离了我的身体。奇静，莲花老师，是的，我感觉我跳的比这个。我咋不就是那么快就是鬼畜了？那怎么？感觉我跳的比他比二倍速还要快，就是我总能就是抢拍抢那么零点，我 MC3 比整场公演都累，零二的，我现在气儿都没喘上那种拍，因为我就是一个抢拍人，但是我 get 不到我抢拍，所以就是他再快的速度我都能比他强，就所以我每次你让我不抢，我没有办法我不抢。确实谢天一的节奏特别的准，我每次跟他跳舞他的节奏永远是最准的，我总是比他快，就是我感觉我是听到那个音乐然后我在做的动作，但是我却抢在了音乐的前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谢天一的节拍真的很准，超级准，这就是绝对音感吗？绝对，倒是不是绝对音感，让他教教我，这没法教吧？这个怎么教啊？就是你感觉你是在拍上，但是实际上你不在拍上，就相当于音痴是一个道理，你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音，我也不知道。下次我俩出一个练习室，我俩出过练习室。丁丁老师、DC 老师和波老师，我在过年前一定要瘦，给过年一个长胖的机会。今天开始控制。我那天在家做运动，然后我爸一进来看到我做运动，嫌弃我。非常嫌弃他讲，哦哟，就是我说话已经像放屁一样了。我说我今天绝对不喝奶茶。我说爸，你今天不喝奶茶，给你50块钱。那我就切50块钱，谁稀罕？然后叭叭叭开始喝奶茶。哎呦。因为他们诱惑不了我，因为我不是很喜欢他们给我钱，所以我不稀罕。
我不喜欢拿他们的钱，所以我一般该喝喝该吃吃，就是这种诱惑诱惑不到我。但是在对金和印他不在意，哎里哇，但是过年不给我红包的话我会非常的生气，非常的生气，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。或者是你过年让我发个红包，我会觉得非常的无语。新年快乐，红包拿来。是的，我没有表情的时候还是很吓人，尤其是我发火的时候，我感觉我眼睛可能骂，就是。不是说发火，就是很生气的时候眼睛里是冒火的。生气什么时候生气？公司给我们第一场公演的时候我非常生气。死之前有回到最初的起点。我现在没办法表演生气，让我就是只能说是一种冷漠的眼神吧。怎么说冷漠的眼神，就是面无表情的眼神吧。明天去迪士尼，真羡慕。就是我面无表情的样子。是不是本身面无表情就有压力，就有放空的时候，放空的时候是这样。但是我不知道我放空的时候是什么样。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表情就很有压迫感，就感觉很可怕。所以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生气的那个眼神是什么，应该我哎不知道，刻吧。可是睡觉的时候根本不会睁眼，你不能睡觉的时候是睁着眼睡的吧？什么好的，没错，答应啦，你们答应啦，我刚才说你们每个人送我一个礼物，你们说好的，答应了是吧？是的，都答应了是吧？说我说的对是吧？我刚刚让大家每个人都送我一个。谢天一说他想要 iPad， 又卡了，别装了。谢天一见人就要 iPad， 我希望可以收到什么呢？送我什么春节礼物呢？一个新的 iPad， 一个新的手机、手表还是电脑？那我也希望。苹果手机能出一个学生优惠，因为再没有学生优惠我就没有办法换苹果了，希望可以收到苹果手机、苹果电脑、苹果 iPad、 苹果手表、苹果好多套。要是能出学生优惠就好。每次都是 iPad， 那是你会送我什么礼物呢？送我全家桶。对，谢谢陈琳。走吧，我们去登山吧，带你登顶。登什么山？山顶啊。登什么山呢？泰山怎么样？哦，泰山难道不是登？哇哇哇哇哇！空，那么说空铜山，空铜山。谢谢陈琳。他们说我们根本没下山，他说的有道理。对呀、啊，你说的有道理。你说的对。你说的对。准备隐居山林了。没有，山上我们刚刚就是下山采买了一下，然后我们准备又回去了。山顶的朋友，你们好吗？嗨，山顶的朋友们，对面山顶的朋友 ，Hello。风很大，很舒服。两岸猿声啼不住。过来干了。
是个你。我发现我最近的那个新的跨年的那个 vlog 好多人看，开心吗？开心。那你开心吗？这比我跳那个跳舞的视频看的人还多，可能是参与的人多了吧。哇，好像都不爱看跳舞的视频一样。对，跳舞的视频又没人看，弹幕又少。我知道了，说明还是要人多，就是参与的人多，大家才会喜欢看。他们说得今年同框，同框，我们天天同框。对呀、啊。新宝岛，新宝岛最近又火了吗？我也是，我刚闭了一下眼、然后我又看了一下时间。你带着看了十条弹幕、好厉害。我打算我们几点开的，应该是11点多吧，12点左右关直播。是啊，大家要小心啊，是的，我现在 B 站也有2.5万粉丝了。12点左右吧，只能说左右，左吧，2.5，2.5。小 UP 主啊，希望明年能够多多在 B 站营业，希望各位小动物们经常来光顾啊，还有星星们，星星。播到1点啊，是谁又在散播虚假消息？明年啊，今年过完年，播了快半个小时了，才半个小时啊。哎，跟大家聊天时间过得好快哟、最喜欢跟大家一起聊天了，小星星，因为星星一直在身边呀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谢谢电器送的秋天的奶茶。多拍点同框，拍谁同框？因为小动物们会四处游走，但是星星一抬头就能看到了。星星想摘下星星给你，摘下月亮给你，等下什么全都给你，全部都给你，给我干嘛呀？不要。我怎么这么会了？我一直很会啊，只是我不常使用，就是突然一下就 get 到，突然一下抓到。玫瑰花，看我的衣服好看吗？漂亮，这真漂亮。有身份可贵，可以呀、礼物算你的，算我的。想摘下星星给你，摘下月亮给你。一闪。
哒哒哒哒哒，我要抱着你，你的发，你手有了白雪的痕迹，让眼前你是真的，直到不能呼吸。为了你，我愿意。怎么唱来？如果全世界我都可以放弃，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。我站在这里，就是生命的奇迹。因为我不记得歌词儿，干嘛呢？哇，谢谢送的夜蝶，谢谢那边送的夜蝶，是我们唱太好听了吗？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至少还有你。哇，谢谢来往乌东吧送的夜蝶，我去珍惜你掌心的痣。我有什么记得在哪里？累啊。是逗比来给大家直播一会儿吗？卡成星星了，卡成星星了，星星卡吗？我们一起快乐无边。一问一答视频啊，一般吧，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没有什么好回答大家的了，就是大家变音了，刚才我们该问的我都已经回答了，可没有挂什么，就是你有什么你现在就可以问我。就是我感觉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给大家了，我已经把我的生活全部掏光了。以后不挂了，以后我们就纯唱。什么错频错啥频？看我的小辫。什么狐狸精？什么狐狸精啊，谢天意。是，我也只知道这是一首歌。有人剪了我一个一问一答视频，好像是吧？我看了一个大家剪我起就是人工智能的视频。我的记忆是鱼，是的，我的记忆是鱼。点赞了狐狸精啊？是吗？我不记得了。我不记得了。我是不是太懒惰了？我现在的状态是不是有点难？如果没有你，噔噔噔噔，我会不会伤心？我好懒。喜欢做瓜的舞台吗？其实还行，我都行，无所谓，做瓜做花都行，我不听。我不挑了，但我现在喜欢快乐的舞台。呜呜哇呜哇哇，大声喧哗不喊停，漂浮着的蘑菇云在半空很美丽。呜呜哇呜哇哇，我们还很年轻，耶耶耶。炽热的氧气，哒哒哒样大地。哇哇哇，讲着一份能量剧情。哇哇哇，让我们化成雨。这首不是向日葵，这首我都把名字唱出来了，你都没听出来吗？这首叫呜吼吼，哇呜哇呜哇哇。向日葵是摇曳在空中的金色的模样。一张张笑脸释放金黄色暖色调的希望，周围的花香倒映在你脸上，不不不，收集着温暖的阳光，清楚地坚定了决定了方向，我们的未来可以和向日葵一样。
谢谢零一零送的秋天奶茶，谢谢旺仔送的秋天奶茶。我要去看。谢天一，你连隔壁的呀。三四三。谢谢暴躁英子送的秋天的奶茶。这个 ID 就很，怎么会折？怎么回事呢？谢谢今天陈琳的少爷朋友送的秋天奶茶。有的不，米娜桑，谢谢天才美少女。哎，在哪儿呢？谢谢天才美少女送的秋天奶茶。建完核酸检测中心，你建完核，你检测完吧。现在还好吗？是在家里吗？眼睛好干哦。现在呢？建造完。哇哦，好酷哦，厉害了。先联系下吧，我以后天天这样直播。给你点赞，谢谢奶油蘑菇汤送的玫瑰花。帽子就很浅，我的头就在。太厉害了！哎呦，眼睛好干。我也是，嗯、太干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颁发星星荣誉证书，星星。叮叮 ，respect。哇，还有幸运星去做志愿者了吗？厉害厉害厉害，太厉害了，大家都是厉害的人，向你们学习 respect。 广州医院坚守，大家都好厉害呢，大家都比我厉害呢。我感觉眼睛逐渐变花。哇！没有，我不厉害，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追梦人。是的，我也觉得追梦人。应该唱 Dreaming Star 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不会唱。好的，我把它摘了。好了，把它摘了。对，我觉得每一个做自己喜欢做的、想做的事儿的人都很帅气，就是很有魅力。就像，我看到别人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很帅、很魅力。他有看到老师们在弹钢琴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他很帅，很有魅力。每一个在舞台上很自信的人，他们都很帅气，很没有魅力。我明天还可以直播。没有，你们先看到都说有人送生日礼物。我认真跳舞的时候很有魅力。是的，今天姐姐也说，说感觉我在七三四的舞台上也很有魅力，但是在公演就我说嗯嗯。明天，因为大家比我更有魅力。对，明天肯定不在。嘿嘿。早间电台不会，我可起不来。现在都十二点，我这几天在家，前两天在家十点睡。昨天我十点睡，今天早七点钟醒。谢谢我单推你们所有人送的秋天的奶茶。你之前的 ID 该不会是我单推经典双人组吧？好一个单推呀！不是这个，可真有意思。那你怎么抄袭别人呀？没开始吃夜宵，别吃了。
什么叫单推？单推就是单推成零。Dream is pump。你想关直播了，还有一分钟就十二点了，还有一分钟就要十六，我已经把美瞳摘了，那我要关了哟。陈琳还说在十二点左边关呢，也没关。对啊，十二点左边关。今天睡得好早，我最近自从演唱会结束我就一直在熬夜。什么？熬夜的人有难了。谢谢八辉送的巧克力。一直在熬夜，感觉一直没有缓过神来。是的。等到春节的时候，等到什么时候呢？我一定好好睡觉。哎呦，早睡早起。谢谢和谢天一起贴贴吧送的秋天奶茶。最喜欢我的房间公告，早睡早起，快乐养生。啊，谢天一关我就卡了。对，拒绝容貌焦虑。我今天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去剪头发，我还想想，我先再看看吧，再犹豫一下，因为觉得长头发也很可爱。想看谢天一击剑，那你跟他说呀。确实长头发能换很多造型。什么？怎么又有这么多问号？什么意思啊？问号。短头发也很帅，但是我想剪锁骨发。钓鱼又钓鱼，钓鱼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之前占卜师的发型也不是锁骨发，我之前深海之深的锁骨发才是锁骨发，就是这么短的，到这儿。就是不能变化很多造型，然后就没有那么畅了。对，遗忘的国度首演的时候是，但是短一点，就是长头发可以显得脸不那么圆，短头发的话就会显得脸很圆。谢谢和谢天一起贴贴吧送的奶茶。确实，占卜师那个半扎马尾还是很喜欢的，我也很喜欢我生日公演的那个半扎马尾，很漂亮。我们小乔的发型都能 hold 住，你那不是个假发吗？我们亲戚好有钱的，什么意思啊？而且我觉得我发言时刻的就是黑长直也很喜欢。哎，其实我也很喜欢自己的黑长，只不过现在因为头发总是底下都是枯的，所以一直修一直修的把它修短。你的头发什么时候能笑？我头发什么时候能什么？什么时候能笑啊？笑？你笑一个给我看看。你头发不是一直是枯的吗？让它笑呀。谢谢你的笑话都好冷。谢谢 FRAGIEE 送的奶茶。对，谢天一的笑话真的好冷。冷吗？
了。那你多穿点。开了。Dream is all we have。我觉得幸运鲨应该可以画个幸运鲨，就是鲨鱼的眼睛是星星。提出我的意见，有没有人画个幸运鲨，然后鲨鱼里面的眼睛是个星星？谢谢和谢天一起贴贴吧送的夜蝶，谢谢你。那黑色的蝴蝶一定是我，白色的蝴蝶是谢天一。为什么呀？谢天一围着我转。为什么要是我们俩？我才不要跟你在一块。哼，我们是最佳拍档。或者是眼睛是星星，头饰也是星星，是不是？最佳拍档没我俩不看，那你可以不看。我应该不参加最佳拍档，我已经拒绝了，就是我的朋友们。那如果再有人给你发邀请，我就会坚持的拒绝。我想跟你一起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有接下来的公演，我们可以一起跳。我想跟你一起嘛。对，因为我接下来要去当评委，所以我不能参加最佳拍档。因为我是一个看过众多言情小说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老师，所以呢我要去当这个评委了。用我这些多年来的纸上谈兵经验来看这些舞台。哎，本来想跟陈琳一起，既然他不愿意。到时候来个 reaction。 谢天一的搭档大家一定会喜欢的，虽然不是我，我们虽然不是我，别在这抓啊。我们都报上去了，别在这装，快告诉大家，承认吧你就。你们赌吧。对呀、啊，谢天一，谢天一坏女人。怎么了？你该信谁，那就看你相信谁了。啊，我是不是今天要洗头了？对呀、啊，你说你今天要洗头了，你快给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洗头高超的洗头技术。我要去洗头啦！哇哈！哇！谢天一怎么不穿衣服啊？穿衣服啦！谢天一怎么又脱裤子？哎，你们别看陈琳现在在坐在直播啊，她其实连裤子都没穿。你怎么脏我？你看看你穿裤，你敢站起来吗？我当然不敢了。穿裤子当然不敢站起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你能不能珍惜点我的直播间？被封了怎么办？还有好几次没直播呢。呜、哦！是很嗨，好快乐。是啊，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，就是这样的。别偷摸把裤子脱了。你有本事在直播间里脱衣服呀。我没这爱好。谢谢，这是美颜队长送的玫瑰花。
行，现在你脱，现在脱，脱。其实我也有一件，但是我是想，我是脱背心，太棒了，谢谢你，给你点个赞，脱，给你送个用爱发电，滋。太漂亮了，谢天一。谢谢观赏，给大家的钓鱼秀。看看现在是九分，谢天一卸妆加洗澡会用多少分钟呢？就是你慢慢的，说不定你出来的时候早就已经关了。我俩真的很像小狗，谁像小狗？我们小狗怎么？小狗也很可爱。我最喜欢小狗。我也最喜欢小狗了。小狗。鼻涕差点能喷出来了，喷出来了吗？鼻涕。我哎，美瞳都干了。不想洗，看我的美瞳都干了，洗吧洗吧。谢谢一夜之修送的巧克力。直播到什么时候呢？还是直播到谢天一出来？那你不出来我也没办法卸妆，那我只能一直直播了。但是我不知道跟大家说些什么，不知道可以跟大家分享些什么。我今年也没有立 flag。谢谢，我是一只小猫咪送的夜蝶。喵。天天你直接泡一个澡，他怎么泡？他站着泡。我把水盛满那个，把门关上。是啊，我今年等到过完年，也不是说过完年吧。过完年也可以，希望就是等到过完年开始能够有机会穿穿裙子，穿上我的假腿，我买了假腿我都没穿过，希望能够多穿一些裙子。 vlog 周更啊，这种一看就是不会，不可能实现的，因为我一周都不会出去一次。假腿就是那种，就是像那种真的腿一样，但是里面是绒的。谢谢谢天一起贴贴送的秋天奶茶。对，我就是希望是月更吧，然后新的一年希望能够多攒一些钱。对，就是光腿神器多直播。可是我多直播如果大家不给我的话，算了，多直播还是看我的直播多有趣吧。还是希望我的直播能够有趣一点，这样大家也会看得开心。如果不有趣的话，我可能也会少播。谢谢八慧送的荧光棒。新的一年希望怎么样呢？可是我没有可以录的东西，我只有一个有线的耳机。而且我其实音准不是特别准，有时候就也不能，这些音乐也不能剪啊，也不能切，就是你得从头唱到尾这种。多跟点舞蹈，可是我没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舞啦，所以舞蹈还是得看情况。
谢谢和谢天一一起贴贴送的秋天奶茶。因为人对自己都有要求的嘛，但是我没有想到大家能翻出我以前发过的一些舞蹈，而且我自己都删了，我自己都没有备份的那种。直播唱歌确实可以尝试一下了，有机会的话来呀直播唱歌好。对，好像好久没有直播唱过歌。想要继续这一份青春，告别校服以后的人生。奔跑吧女孩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赶在日落之前，爱就会有借口尽头。奔跑吧女孩，挥动你的双手，什么来着？因为新的麦克风它不是属于那种录音的感觉，因为它是有种感觉像是你在街上唱歌，然后它把你的声音传得更远的那种感觉吧，就是那种扩音的感觉。我不会写歌，因为你写歌的前提是你要会作曲，你作曲了你才能写歌。国民美少女是哪一年？我不知道哎，16年、17年、16年。可是我没有文化，我不会写字。我没有文化，我不会写字。是的，1月31号就是我出道7周年的日子了。对的，因为我确实我觉得我自己的能力就停留在了我上学7年前进团之前所有的能力。是七，就是说到1315为止是完完整整的7年，然后1315过了就是2月1号开始嘛，就是开启了我的第8年在四八的人生了。对，其实也可以算是8年，但只不过就是8年进行中，8年 ing。其实我是到30岁的，就是其实从27开始我们所有人都是到30岁的，但是我们当时都以为是8年，所以我们大家每一年每一次都以8年说，就是说是一个说法，就是说啊8年到了怎么怎么样，我们能不能坚持到，不是说进圈了都30岁，就是说从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就是30岁，但是我们当时都没有人发现这一点，当时大家都以为是8年，所以我们告诉大家，不管怎么样一定要仔细看合同，不管怎么样大家一定要认真仔细看每一条。好像都也没有什么，跟没进圈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。可能如果你幸运的话，你进圈的人可能会多一些出去的机会，可是你不幸运的话，其实跟就是多了一份工资的区别，我感觉。所以有时候会迷茫，我下一年我明年的目标到底是不是应该进圈。或者是还是就是做好每一个舞台这样子，会有一丝丝迷茫。因为其实时间过得很快，就是虽说现在是1月份，可是你可能熬着熬着你马上又到夏天就又来了，你就会开始纠结
你想要进不进去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，你有为这个舞台做了什么，或者你有没有好好认真的跳公演，你有没有在对待认是在认真的过好每一天的。当然我觉得我现在是没有特别认真的在，就是有一种浪费了自己青春的感觉，就是没有，就是有一种自己没有很必须要参加高考，上学你也没有好好的学习，你可能就快要到期末考试的时候，然后你抓紧时间看两眼的感觉。就是有种感觉，是你比如说你现在中马上要中考，你该选择考哪个学校的感觉。就是比如说就是在寻找一个目标，就是你接下来的这一年你该以什么为目标。在迷茫中，毕业的话暂时还没有想很多，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们已经被养成了一个很娇气的小姑娘，就是确实就是我个人认为我已经被养成了一个很娇气的小姑娘，就是感觉已经没有办法就是离开这个地方，我到社会上我已经没有办法，我拼不过人家从学校里出来刚刚应届毕业生，对吧，这样子的一个，就是我只能好好的做好我现在的事儿。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，确实你没有硬实力，你这个社会你已经跟不上这个社会了。现在想的就是你现在在这里，你接下来的目标你该以什么样为目标。也不是说整焦虑了吧，就是接下来你要就是一个目标吧，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我需要一个目标。你的目标是做好舞台，但是你要做这个舞台，你的舞台你想要什么样的舞台，你想做成什么样的舞台是你的目标。比如说或者是你想要成为一个唱歌很好的人，你就是这就也是一个目标或者之类的。对，确实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就是你得有目标你才能进。我觉得我一直停留在这个地方，就像你有短期的目标，就是现在没有办法去想你以后毕业了干什么，就是说这个毕业这个事情还没到风口感，还没有要到你毕业的时候，就是你现在才高一，你还没有必要去思考高三做什么。当然你也可以思考，你如果你能想出你想要做的什么，想考哪个学校，你当然可以去思考，但是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的话，就是你没有必要去想就是考什么样的学校，这样子就是你现在就是先想好你哪门功课比较差，你先做这门功课把它提高上去的感觉。就是感觉你以后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，如果你想做偶像，你想继续做偶像，你想继续很喜欢这份职业，你想做什么，你就说就是说你没有办法，很难做一个，就是你不能每个都行，你每一个而且你每一个都不突出的这种，你一定要有一项突出的东西，对吧。我现在就是每个都比较平均，就是你说好不好说坏不坏比较平均，就是没有一个突出的东西，所以在思考以后这个突出，我的突出点到底是什么呢？
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，我没有特别喜欢的东西。嗯，我特别就是我这个特别喜欢的东西，我可能来源于，比如说我看了一场，比如说我最近在看冼家那里演唱会，我觉得好棒，我以后也要就是要做一个这样的舞台，就是能够走上啊一个人，就是开一个这样大的演唱会，怎么怎么样，或者是一个组合能够开一个这样大的演唱会，然后就是那种氛围感，就怎么说，嗯，就是那种感觉给你带来那种很感动的感觉，就是那种感动，就是那种啊，觉得没有去看他的演唱会是一种遗憾，就是那种怎么说呢？那一份感情，很想要这样，但是又好像也不知道在我们公司能不能做到呢。但是也不知道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感觉。就感觉他很帅气，就感觉他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他很闪亮，他很有魅力。嗯，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，这怎么样才能做到这样子的一种感觉？待我再去看看他的几百个视频，我再去多看看他的，多看看这些喜欢的人啊！我发现我最近喜欢的这些，他们要么就是已经就是解散了，要么就是已经退圈了。好吧，就是没关系，以前的歌也很好听，多放在音乐里，多放在手机里听听，上下班听听，想太多没用，先干好手头上的事情。是的，但是我手头上没有事情可以干，是这样的，我除了公演，我手头上确实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干，所以我就在思考，而且马上也要放假了，在思考以后要干什么，或者在我的生活里我要怎么享受生活。就不，哎，我也很嫌弃我自己老瘫在床上，但是我要怎么享受我的生活呢？我的生活是什么？队友不在，我当然经常受伤感。当然你们就是一起的时候肯定有一些啊，我不喜欢谁，他这个事情做的怎么这样，这个事情。但是当大家都走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好舍不得大家，就像是同班同学，就是上课就下课，哎，你好烦啊，你怎么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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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等到大家要解散的时候，就是大家都毕业了，然后散各自的时候，或者是你已经进入高中了，你再回想起以前的，就是跟大家快乐的时光，你还是觉得这段时间过得很快乐的。确实，我现在还是觉得我初中，就是我跟大家，就是初中同学啊什么的，我就会，还是蛮想念大家的。同学聚会啊，哎，不过如果要有同学聚会的话，我是不会敢去的，我怕我一去，哇，我们大明星来了，大明星，好可怕。对，太可怕了，因为我们同学嘛，初中的同学都是住在学校附近的嘛，也不是特别远，有时候还会偶遇，就是我记得我进团之后也在家附近的那种商场里面偶遇到同学，还有我同学最近就是一直也是有在那个，我不是之前说我有个同学是Jiaojing 吗，有时候他就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路上就是上班还会偶遇他，不过不打招呼，就给他发消息，哎，我刚刚在哪条路看到你在上班呢，最近在洗澡，这就是我那一年，我说我和我朋友同学
我的好姐妹走在路上，突然有一个人骑着电瓶车，陈黎，是陈黎吗？什么什么，那次我也不记得了。我还想说，天哪，我都有粉丝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有粉丝了。后来发现不是粉丝，是我同学。就是还是有很多同学，就是住在原来的地方，就是没有搬家什么之类的。呀，谢霆出来了，还是很快的。哎，就是还是能感觉就是能联系，而且我之前有个同学，我有时候也看他在发朋友圈，我感觉他跟我初中的时候一点变化都没有，就是还是那样，长得很漂亮。查询谢霆状态，我是不会告诉你们，我准备下播了，因为现在已经12:30了。我感觉其实我感觉我们也不会同学聚会了吧。唉，这么说呢，感觉大家现在也不是特别熟悉。之前唯一一次我们聚集在一起是因为一件不是特别好的事情，不能说不是特别好，就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，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，然后让我们聚集在一起。对，也但也不是大家一起参加，只是一部分人参加了。有想见的同学就去见，其实也还好了，没有特别想见的同学，就是希望在路上打个招呼，嗨嗨，好久不见。但是我还停留在初中那个时候的感觉，就可能大家已经经历，就是大家已经经历了社会的摧残。我有一次跟我同学聊天，他就说哇，他说你现在他说怎么说来着，我忘记，反正说我还是那么的单纯，就是他说他已经经历了社会的毒打以及怎么样，已经变得不那么单纯了。我说确实，我在这个48被保护的很好，我现在就是还是保持着初中生的那种感觉心态。对的，48就像是一个温室，我是温室里的猪，我是温室里的猪。确实单纯一点会，就是没心没肺，活着不累。确实没啥坏处了。好了，各位，跟大家聊天很愉快，我就要关直播了。猪怎么了？猪也很可爱，小香猪也很可爱呀。谢天一都洗完头都敷面膜了。好了，各位，我要下播了，希望跟我一样迷茫的人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小目标，早日找到自己未来的小方向。不迷茫，不焦虑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成为夜空中最亮的星。奥利给，感觉奥利给也是好久之前说的词。好了，大家晚安，おやすみなさい。寒假去相亲吧，怎么就你就要相亲了呢？那祝你寒假的时候相亲加油哦。你来自泰国，送我丁克。卡蒙卡。
好了，大家，我们就这样晚安喽。韩文怎么说？韩文，韩文晚安怎么说？おやすみなさい。不会说了，韩文，韩文，想不起来。Good night， 再见，英文好了，再见，拜拜，晚安哦。